是不是又想喝肥宅快乐水了？那我来说一个恐怖的故事。你今天作业写完了吗？好啦，今天我来当你的老师吧。那就叫我心爱老师吧。先把耳朵清理干净，再可以好好的听讲哦。消法，因系历来所认可的事情。
上是用来表示比人预想的要好一些，还算让人满意。朝闻夕死，早晨听到了真理，晚上就死也甘心了，形容对真理或某种信仰的渴望。城下之梦，因敌军兵临城下而被迫签订了屈辱性的合约，从井救人，跟着跳下井去搭救落井的人，比喻啊做好事的方式不当，不能救别人反而会危及到自己。大而化之，这个词不是说把大的变成小的，而是形容啊做事情不小心谨慎，洞若观火，形容观察事物啊极其的分明，就像看火一样。一开始看到这个成语，我就觉得洞若观火就好像是一个人看着山洞里面烧起来了，他却不去帮忙，还在旁边看着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袖手旁观的意思，但实际上它是形容观察事物极其的分明。下面一个耳提面命，这个是表示长辈的谆谆教导，不可以用在同辈之间。耳三其德，意思是三心二意，没有定准，并不是说品德低劣。分庭抗礼，这个里面主要就是抗这个字的意思。分庭抗礼呢，是指客人和主人分离在庭院的两侧，以平等的地位相对行礼。所以这个抗不是指对抗，而是指对等。粉墨登场，装扮好了登场演戏，现在多用于贬义，比喻坏人登上了政治舞台。下面一个是有一些意义的词，叫做改头换面。改头换面呢，其实在词典中以及现有的一些考试大纲里面，它都是说只改形式不换内容，是一个贬义的词，是个贬义词。但是我因为这个词今天也去咨询了一下我以前的语文老师，我们现在就是感觉哦，这个词语就是被大家可能都一直都用错了，就现实中大家一般呢都把它用来当做偏向于褒义的词了，就已经失去了它贬义的这个内容。那这个的话，如果是在平时的一些日常写作中，基本上呢就默认它是偏褒义了。那如果是在一些学术性的或者说在考试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要强调它的贬义？我也不敢说，至少词典上其实还是贬义的，所以你也可以去询问一下你的语文老师，确认一下。后面呢我们会讲到一个成语，就是因为大家都用错了，所以呢词典就索性改掉了，就把大家一直用错的那个意思改为正确的了，这个后面我们会遇到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可能过不了多久也会就变掉了。瓜田李下，比喻呢容易发生嫌疑的地方。管窥里测，从主管里看天，用瓢来测量海水，比喻啊眼光狭小，见识短浅，对事物的观察和了解都很肤浅。光怪陆离，色彩纷繁，现象奇异，它是一个中性的词，不要认为它是贬义哦。鬼斧神工，形容建筑、雕塑等技艺精巧、高超，不像人工所能支撑的。这个词呢，经常会被错误的用来形容自然景物。寒阴菊花，
恶不全，坚持作恶不肯悔改，火中取栗，比喻为别人冒险白吃苦头，自己啊却得不到好处。机会小谷，众人不断的毁谤可以置人于死地。所以说啊，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剑不容发，距离啊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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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，中间不能放进一根头发，比喻形势危急到了极点。焦灼骨色，比喻拘泥固执不知面痛。空穴来风，其实空穴来风本来的意思是说空穴呢是有风的条件，既然能有风就必然会有空穴，所以呢是指传闻有一定的根据，以前的意思是这样的，然后大家就一直都用错了，大家基本上都会把空穴来风比喻成是毫无根据。那所以呢，在2010年之后的汉语词典的版本里面呢，空穴来风就按照大家一直以来用错的这个意思，把它变成了正确的意思。所以说，只要错着错着错着，说不定词典就改了呢。所以空穴来风现在呢，就是指毫无根据啦。来者可追，至于后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。羚羊挂角，比喻儿时的意境超脱，不落痕迹。灵明不张，好名声不显扬。屡试不爽，经过多次的实验都没有差错。苗而不秀，庄稼生长了却不吐穗扬花，比喻啊此职虽然好但却没有什么成就。莫名其妙，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奥妙。牧人失心，比喻人受到诱惑不动心，不是来形容人的愚笨哦。七月流火，这个不是形容天气炎热，恰恰相反，它是指天气逐渐凉爽了起来。罄竹难书，把竹子用完了呀都写不完，形容罪行多写都写不完。穷行景象，形容景致的意思，指文章细腻生动。人满为患，强调人多的坏处，是一个贬义词。现在有一种经常会用错的情景是这样的：柜台前人满为患，这种其实都是错误的，错误的，错误的。现在很多人用人满为患，尤其是很多商家来强调自己这边多么的热闹，多么的热闹，人多么的多，但其实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。人均不禁，忍不住要发笑。这个词语呢，里面本身就包含了笑的意思，所以就不能说人均不禁的笑起来，这样是错误的。日中啧啧，太阳行至正中，就要偏向西方，比喻盛极必衰。上行下效，这其实也是个贬义啊，不能够用在什么群众啊以干部为榜样这样。实行自用，形容一个人固执己见自以为是，并不是说去学习了老师的方法来运用哦。识人雅慧，是取别人的只言片语作为自己的话来说，多用来形容一味重复别人而缺乏主见，有那么一丢丢的贬义色彩。
听不清不同的话和意见了。先与为新，一切都需要改革更新。心影相调，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相互慰问，心中无依无靠，非常孤单，就像现在的新老师一样。耀眼不凡，文章、言论等签名扼要，一言九鼎，说话有分量，不能表示受信用，也不能用于自己。但好像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是什么本人说话一言九鼎，一夫众修，一个人教，众多的人干扰，是不会学好的。后来呀，也用来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大。义无反顾，为正义而勇往直前。溢美之词，这是个贬义词，过分赞美的言语。有教无类，不论什么人都给予教育。曾几何时，只是见过去没有多久或不久以前，不能误解为不久的将来。振振有词，贬义，理由似乎很充分。其实啊，是强词夺理。钟灵毓秀，美好的山川孕育出优秀的人才。处事道谋，比喻做事没有主见，缺乏计划，东问西问的事情啊，终于办不成。拙乏难数，形容多的数不清，一般呢都是指罪恶。自怨自艾，原来只悔恨自己的错误而自己改正，后来基本上就只表示悔恨的意思了。左右逢源，既知处事圆滑，又知做事得心应手。好啦，丢丢丢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脑子都快进水了呢？下一次的复习呢，将会是文言文的